我已经上网查过了啊，人家那个南什么地方来着？啊，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马巴格罗索州。又是，我就准备把那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马巴格罗索州进行投资饲养。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马巴格罗索州做食人鱼。啊，我明白了。嗯，媳妇儿啊，嗯，你是想干一番事业？是的。哎呀，我不跟你说过了吗？干事业是男人的事儿。现在咱两口子有孩子了，你就在家照顾孩子，我干事业不挺好的吗？哎，啊，顺风啊，哎，你不是跟我说过，啊，你做生意特别不容易吗？是不容易啊，而且挣钱特别特别难吗？嗯呢，我这是在帮你呀。啊，你想想 啊，咱们家这个房子首付你交完了吧？交完了都。月供是不是得用钱呢？啊，这一家的吃喝拉撒是不是得用钱呢？啊，你看咱现在有儿子了吧？啊，奶粉用不用钱？啊，过两年上幼儿园用不用钱？上小学用不用钱？上中学用不用钱？上高中用不用钱？上大学用不用钱？以后儿子结婚生孩子用不用钱？你说就咱俩以后要生病了，是不是得用钱？如果不去那个，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马巴格罗索州，上哪儿来这么多钱？不是，等会儿。我怎么觉着我掉钱坑里去了呢？不是，你干啥非要去那个，那啥地方来着？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马巴格罗索州，记住了没？我记不住，这是个什么地方啊？你啥时候回来呀？哎呀，我准备呀，先在那儿签5年的合同吧。啊，也就是说5年以后你才能回家呀？5年以后我还要扩大生产呢。啊？我不仅要饲养那儿的食人鱼，我还要把那个地方，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马巴格罗索州的食人鱼进行深加工。深加工我知道，深加工就是你想把那个什么地方，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马巴格罗索州，你要烤鱼片啊，你还要把那个什么地方，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马巴格罗索州，你还要做溜鱼段啊，你还要在那儿是怎么的？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马巴格罗索州，你在那儿扎根得了呗。哎，你就让那个地方的什么地方，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马巴格罗索州的食人鱼，让他把我咬死吧。咬死你有什么用啊？我受不了了，我才受不了了呢。哎呀呀，你去那儿干啥呀？你啊，你有啥受不了的？到时候啊，二米这就是富婆了，她一定能成为，哎，你什么地方来着？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马巴格罗索州。